欢迎欢迎咱们的李家，咱的兄弟们，非常感谢，到达了咱们大家的非常感谢的，谢谢你。以及咱曼玉商行，我们董事长李石兰先生以及李玉祥女士，共同来欢迎我们蒙甲金色、蒙甲一色的执事人员，感恩谢谢你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